是的，那现在呢是观众朋友们呢妈妈们的最开心的时刻了。哎，对，因为呢大家期待我们今晚的表演嘉宾已经来到现场了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晚的表演嘉宾时代杀手王世贤。欢迎欢迎。谢谢大家。 Hello 主持人好。 Hello 王大哥你好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王世贤。怎么样，这一趟又来到新加坡的感觉如何？非常开心。然后这一次呢是为了我们的爱剧最后一场演唱会而准备，然后明天在圣淘沙有两场，一场是3点，一场是晚上7点半。然后主要的演员有我啊，还有我大妈刘秀文，还有我妈邱雨婷，还有雷洪雷大哥，还有徐亨徐大哥，还有郑中英郑小姐。是，明天这场演唱会是为我们的妈妈们而来的，是不是？那当然啦，为了我们新加坡的妈妈们，我们爱剧做了最后一场的演唱会，希望大家合家观赏。感觉应该比较不一样吧，因为这一趟呢是为了母亲节嘛，给大家献礼而来嘛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所以这场演唱会绝对是送给妈妈们最好的礼物了，大家一定要去捧场了。带妈妈们去看吧。带妈妈们去看，就那当然，那当然，是。对啊，那王大哥最近在忙些什么呢？台湾方面？我在台湾忙着《夜市人生》的拍摄，还有忙个人的闽南语专辑。OK， 正在筹划当中。好，我们这里也在播了啊，这也是都也看得到。OK， 等着你的专辑哦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请王大哥去准备准备。谢谢。好了，这时候呢，所有的妈妈们要特别留意这段表演了，是献给你们的，好不好？是，欢迎世贤大哥带来的这首《大眼睛》，欢迎他。Yo, hello, Mr. DJ。麻烦各位现场的朋友们双手救一下忙，谢谢。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，我从来不明白命运是什么。只与你相逢，从此不寂寞。你的眼光似乎对我诉说，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。不管你心里是否有我，我永远为你祝福，愿你快活。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。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，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。只与你相逢，从此不寂寞。你的眼光似乎对我诉说，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。不管你心里是否有过，我永远为你祝福，愿你快活。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。I am with you, I really love you, I'm in love with you, I really do。 现在要麻烦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跟我一起来嗨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，嘿嘿嘿嘿，巴拉巴拉。
谢谢谢谢王大哥，谢谢。哇，气氛好好哦。对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嗨的一个晚上哦，因为。